会员大家好，那个我们的鬼节，美国的鬼节快来了，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，是大家在鬼节，我们每年鬼节在中心的时候都要穿上我们的那个衣服，特殊的衣服。那么这回呢，我们有一个礼物，就说是有一个评分，我们的评分呢是我们的那个老板 Rose Miss Rose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老板呢就在评，如果谁的那个衣服得了第一名，就会有一个平板电脑，14英寸这么大的平板电脑会给你。所以我们大家要踊跃的参加。如果说是我们没有 Facebook， 我们中国人很少用 Facebook 的话，那么你就给司机照一张相片，给司机，让司机传给我们，好不好啊？我们大家一定要踊跃参加，像这种礼服啦，或者你任意你去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来为我们的鬼节，来大家来参加这个评比。那个这个比赛呢，在我们的 Miss Rose 呢会给大家一个评分，然后得奖的那位再重新说一遍，得奖的那位会有一个这个银色的平板电。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踊跃参加，好吗？谢谢。